说赛过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于野。大家刚才看到这一幕呢，就在我的塔吊下面，整个工地的最后一点点活了，就剩打灰了。如果不出啥问题的话，最近几天我们马上就要撤了，可以说这个活就结束了。也要告别这个陪伴我3年多的塔吊了。今天中午呢也发工资了，这个上个月剩下的借完生活费剩下的一点点钱，然后刚好买了一些。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大家记得评论、点赞。我是云野，咱们下期见。